请你自重。从来都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。你们三味药酒店从下到上都跟单俊浩一样，冰冷不去，死脑筋。不过没关系。 我就是喜欢带刺的小玫瑰。来喝一个呀！来喝一个！你这个不要脸的色魔，姑奶奶不出手都不知道姑奶奶有旋风腿和麒麟臂。 知道我是谁吗？是不是想找死啊？竟然得罪了总经理的 VIP 客人！哎呀，叶青雨，真的是找死啊！我去开门啊！ 叶千羽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谢主编呢？谢主编没事吧？单总经理和徐总监正在等您过去沟通明天的采访内容。 方式招待我，还想做采访，让单俊浩过来道歉。叶千羽，你怎么回来？我昨天。 叶千羽从集团转到了酒店客房部做服务员，而且今天被指派为谢主编服务。谢权呢？谢主编拒绝参加沟通会，说要您亲自过去。要我过去干什么？总经理，对不起，我打了谢先生。到底什么情况？ 他喝多了，对我动手动脚的，我没忍住。他竟然敢对酒店的员工动手动脚，但是这件事情还挺严重的，可能会对三味药酒店造成恶性口碑，更严重的是，会对集团造成影响。 总经理，徐总监，我愿意承担一切的后果。徐总监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道歉。我会陪叶千羽一起去的。单俊浩难道需要通过一个女人去讨好别人吗？大伟，马上给客房部的经理打电话。 喂，李助理。喂 ，Joy， 给我。总经理找你。我不允许叶千羽以后去给谢权服务。是，总经理。我也不允许叶千羽以后给任何一名 VIP 客人服务。是，总经理。对于要求专人服务的 VIP 客人，以后至少派两名服务员，一名男服务员和一名女服务员。听明白了吗？是，总经理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？ 让公关部去处理吧。嗯，去吧。